各位同学，大家早！射箭这里要什么有什么，尽管开口了。那你有 A 片吗？我买中弦，够你们看到毕业了。哇！校长要拆掉对面那间男宿，你们同意吗？同意。女宿四鸡，四只鸡啊！这里脏的跟鸡舍一样。你们有看见脏乱吗？没有。公文上面写，男宿行为不检点，老旧脏乱影响效率。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做？举白布条抗议。错。把男生宿舍打扫干净。错。放眼望去，相信在座的各位都没有洁癖，最快的方式就是弄脏女生宿舍。给我放！男生用大家下载 MP3， 然后叫警察抓你。男人，不可以这样子啊！去你妈了！喂，打炮没？啊！你现在不要问这个好不好？我现在在警察局。孝子，如果南树可以照着我的意思来盖的话，你愿意跟我一辈子吗？你觉得家人的定义是什么？遇到困难也能够一起面对，永远不离不弃。房子可以用价钱衡量，可回忆呀，无价。你知不知道现在的他？我了解你。要付出多大的努力？你什么都没有看到，你什么都不知道。忘记我，你去哪里了？你去哪里了？人总是在出社会之后，才开始怀念当学生时的美好。直到一个小时之前，我还因为自己的弱小而沮丧。不过现在我知道，我并不孤单。要继续和女宿作对吗？如果你们愿意奉陪的话。四鸡耶，看一下什么罩杯。同学，哎呀，没准是榴莲。